大家来听相声，听的主要就是郭德纲。对，郭德纲相声专场嘛，跟于谦老师合作呢也有很多年了，嗯，受到大家的欢迎。哎，说两段了，特别的疲劳，累。这一说，尤其一唱啊，嗓子这容易充血，嗯，疲劳呢怎么办呢？到后台呢稍事休息，是放松一下精神呢 啊，喝点水啊，润润喉。是，朋友们在这儿呢，6:30我看就开始进场了。哎，现在都9:40左右了。嗯，您在这坐了3+小时，你也累，也挺累的，也需要放松放松。啊，上个卫生间呢，或者抽一支香烟呢，嗯，活动活动。哎，啊，正好我们上来呢，您就可以放松了。真的，为什么你郭德纲专场，你他演出，他一上来您就放松去，那哪行啊？就是，哎，我们演出呢，就是互相的，双方有个调剂，嗯，就是那个观众啊上厕所，郭德纲喝水这么个时间，是吧？那俩事儿都搁一块儿说，这点事儿反正都得办了，是吧？哎，您也别放太松吧。哎，郭德纲的相声呢说得非常好，哎，雅俗共赏，都爱听。你说有学问人、有文化人爱听郭德纲，嗯，你说这个知识水平稍微浅薄一点的也爱听他，哎，这就是郭德纲的优点。是，要不人家能火呢？嗯，这都有原因。我跟他呀关系特别密切，你俩好。像您跟郭德纲啊，这是观众和演员的关系。对，我跟他呢又是同行又是朋友。最主要的我们还是发小。怎么叫发小？这句您还没明白呢。嗯，就是从小就认识。哦哦，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啊。郭德纲人姓刺，大家都知道，是吧？不是，大元宵节的。哎，嗯嗯，这刺在哪儿了？说话不算话。他答应你什么了？你看，说好了我们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多恶毒啊！这话，反正就是郭德纲相声说得好。嗯，他这个头有人竟挖苦他啊！他现在也学着自嘲，怎么意思啊？个儿矮呀、啊，怎么怎么着？其实他不算个儿矮，是啊，他比那个屎个浪啊高多了，是吧？这叫什么参照物啊？就是说他这个个头说相声正合适，没得比了。分干什么？嗯、你说打篮球去，他绝对算矮个儿。那当然了，是吧？你是在人腿底下钻来钻去的，弄人家怪痒痒的，是吧？一般就不让他上了。怎么你痒痒过是怎么着？但是他说相声往台上一站呢，不能太高，太高的晃悠。对，那我们这儿有个演员叫谢金，嗯，个儿达到1.93米，大洋马啊，1.93米不傻就尖。你说说相声在台上，观众感觉哟，老想扶着点他，怕他倒喽。个儿高啊，个儿矮啊，他都说人家。郭德纲说相声站台上特别好，嗯，有台缘，哎，有人缘，观众喜欢他，是，这就是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嗯，啊，这是我们后台来说，我们慢慢说，您慢慢听啊，因为郭德纲需要休息，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对，您也换换脑子，嗯，啊，唱半天了，给您说一段，那可不是吗？对不对？讲究说学逗唱嘛。郭德纲跟于谦合作年头很多了啊，越来越默契。对，为什么呢？下功夫。嗯，不是说年头多了俩人就默契，不是，嗯，你得下功夫，你得练习呀。他俩没事经常练习，嗯，啊，经常的，只要哎，谦哥有时间吗？有时间，有时间的话，俩人经常在一起排卵排练，哎呀，排练，啊，在这个，哎，同志啊，哎，您好，咱这嘴里不能随便说呀，排练。还练，我这一过年吃的多了，我这有点不利索，是嘴不利索。他们主要没有那个功能啊，啊，就是多功能厅里头吧，多功能厅里头排练就是对词儿吧，简单就是对词儿吧。对对对，在北京郊区那有个仓库，这个仓库有多大呢？跟我们这个舞台比啊，有1/5这么大，嚯，挺小的。嗯，在郊区，每到周六或者周日，俩人上那儿去。嗯。我说这个这不是相声，也不是笑话啊，真事儿。哦哦，俩人上那儿去，嗯，早晨10点左右就到那儿了，开始了已经啊，晚上10:30左右才走，一圈儿了。每周如此，日子不可长算，要不人家能成功呢？对，就在原因就在这儿。嗯，那回闹笑话了，您讲讲。上午10点俩人去了啊，到晚上10点还没走呢。怎么不走啊？新拿一词儿啊，岁数大了，背着费劲。这俩人也笨点儿。对节目认真，嗯，一天没对下来，嘿，累了，精神很疲劳。郭德纲出个主意，说：“谦儿哥，咱俩对一天词儿太辛苦了，嗯，放松放松，打个赌，打个赌行吗？”于谦儿说：“行，你德纲，你说咱赌点什么？赌什么？谦儿哥，看你敢不敢，把身上衣服都脱了。”于谦儿一听，郭德纲你要干嘛？这么多年我没看出来你跟我是一样的人。
这什么朋友这？谦哥，您先记上，先记，先别过来，你别乐，别乐，先别乐。好，等不了了，已经。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你呀、啊，把身上衣服都脱了，出门绕着咱这个小屋，你跑一圈，你敢不敢光屁股跑一圈？你要敢跑，我给你20000块钱。嚯！于谦一琢磨，哦，感情是出去跑一圈，看我有没有这胆识。没问题。嗯。一琢磨，这地方在郊区，又偏又远，甭说摄像头，连路灯都没有。嘿。行人稀少，根本不上这来。嗯。来跑跑一圈，1分钟挣他20000。是。挣9000，对吧？你说的啊。脱。一下脱。脱，一丝不挂，衣服往那一搁。叮了当啷来到门口，推开门一看，等会儿，一个人都没有。等会儿，人是没有。嗯，脱一丝不挂，哎，全脱。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啊？你这甭管了。到门口一看呐，别，一个苍蝇。别抒情了，先别抒情。怎么了？说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你怎么非得这找死卯子？我还爱打听这个。带块手表。哦，大钢链。于谦带大钢链手表，叮当了，到推个门没人，跑吧，这挣他20000，跑一圈溜溜达达还挺凉快，你看满天星星，一丝不挂，一圈回来了，1分钟都不到，郭德纲掏钱20000，你看着啊，这门在这儿呢，我从这边出去的，从这边回来的，证明跑了一圈啊，掏钱，你说给吧，他也心疼，那可不是吗？不给吧，你答应人家了，嗯，郭德纲有主意，怎么办呢？往回对付啊，谦哥，没想到您这么没羞没臊。得这么一评语，比如说我要是光屁股跑一圈去，这个20000块钱你就不好意思要了吧？哎，他拿话堵他，后道给他堵死了。嗯，于谦是后道人，一琢磨，行，德刚你跑一圈去，钱我就不要了。嗯，哎，要你这句话，呵，好，郭德纲拖，拖一小黑胖子，你放那一搁，叮了当啷来到门口，推开门，也带块手表，他从来不带手表，不是一个，不是那这叮了当啷呢？手串带一不锈钢的手串儿，是吧？那玩意儿盘得出来吗？咱不懂的，反正那玩意儿金属的那个，那么没人跑。郭德纲心里说，跑完20000块钱就回来了。好，刚跑半圈，坏了。怎么了？对面来4个巡逻的，干了，拿那手电筒16节电池的，探照灯一样，冲着郭德纲，哎，干嘛呢？黑更半夜不睡觉，光屁股瞎跑什么呀？刚才你出来一回了，我就没理你，怎么又出来了你？一笑大方，两回全是他了啊！但是说你侧面的反应，人家下功夫，哎，经常我说真事儿啊，我说的全是真事儿。嚯，真开过这种玩笑，真出过这种丑，真光过眼子，哎，真有这尴尬的时候。嗯，但是呢，不为过分。怎么不过分？你看俩人是排练之余，哦，不是纯为开玩笑啊，所以人家火了，这是有原因的。是郭德纲火了以后。咱实话实说，经济收入直线上升，那挣钱多呀，生活条件改善了，嗯，会挣钱还会花钱，哎，值得学习。有人光挣钱攒着不成，会买房子，买汽车，买那房子叫别墅，是家里住别墅，您听听，5层楼，5层，你说人家一家自己一家子就住5层楼，多阔呀，地下4层，这种户型可是北京，我告诉你说啊，这是停车场啊。停车场了吗？您说反了，地上边是4层，地上4层，哎，地下4层，他这就合8层了，才这。哎，这怎么我没住过？地下1层，一共5层。对，家里有钱，5层别墅啊，光建筑面积就170多平方米。他们家住炮楼里边。怎么又住炮楼？你老补刀这不行啊。他这好像愣起高，他这个。哎，这什么姿势？好，他这愣起高，这袭击别人合适的？不是起高啊，反正。都是710多平方米，反正挺大的吧？是，挺大的。说句什么，挺赫亮的，是吧？四面都有窗户，人家里的采光好。好。大别墅四面都独栋啊，这叫独栋啊。他们家是鱼缸呢。鱼缸干什么呀？谁家四面没窗户？不，你们家四面都有窗户吗？四面有窗户，人邻居干吗？哎，对不对？人家独栋，这整个这一栋四面都有窗户，这意思。窗外边都是沙漠，你知道吗？人家家里边有钱，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住沙漠里边啊？谁住沙漠里干嘛？人弄那沙子田上种点花的，人家是种的花儿。好家伙，家里边有钱住别墅，嗯，了不起，开那车都豪车，嗯，开那车叫什么？外国车叫马什么？马拉伊蒂。马拉伊蒂，你说这车现在好买吗？是不是？这马主要是不好找。
车，玛莎拉蒂有这么个车，玛莎拉蒂，对，跑车，嗯，对吗？是玛莎华晨玛莎拉蒂，你郭德纲，你说挺好车，华晨的，他不会开车啊，他雇那大龙龙啊、二虎啊，这他的雇用给他开车，全是动物，对吧？还有小猴啊，这都给他开车，是，对吧？还有那个车叫什么？这个马，马马什么达？马达，大马达，马达。就是马什马什么达那车叫马自达，马自达这不是什么多高档的车，马自达里也有好车呀，但也是中上了，对吧？好马自达呀，华晨好马自达，对吧？听着都跟瞎编的似的。家里有没有马自达？有马达，马自达呀。华晨好马自达没有？好马自达呀，好马达。还有那个那个车也不错呀，那叫什么什么尼，什么基尼，比基尼。哦，比基尼。有这个他就不开了，他就穿了。车四个字的，有个叫兰博基尼，兰博基尼，华晨兰博基尼，全华晨，这都外国车，外国车你得说那外国名字，外国名那车叫什么？这 Gold Cup， 这什么车呀 ？Gold Cup， 这是金杯，华晨金杯，我还真头回听金杯叫 Gold Cup。华晨金杯，这人有啊，又能拉货又能做人呀、啊、多好，多方便，多实惠啊。总而言之，总家里有钱，嗯，家里有车有房，哎，对不对？人住那房子挑高，比我们这剧场还高，多难换灯泡啊，好几层楼啊，就了不起家里头。但是一有钱了，咱实话说，思想容易膨胀，哪儿又犯错了？认识人也多了，哎，认识人一多，男的自动过滤，是吧？女的这里头，女明星啊，女歌手啊，女演员呢、啊、女模特啊，女主持人呢、啊、女个体户啊，女失业人员呢，就相当的多了。她都不挑职业，这一多呢，她里边保不齐她就有好看的。那可不是，对吧？趁她媳妇不在家，老往回带。哟，那天带回一个来，这怎么样 啊带回一个来，俩人拿脚把门咵一关，在客厅里搂着，搂着，刚一搂着坏了，这是听里屋门响。嗯，咣啷啷啷啷啷啷，门开了。你说挺有钱的，换个荷叶多好。要这劲儿，就要这劲儿。这是个报警器，哦、跟那门把上搁一玻璃杯，那一开，吧唧杯掉了，报警器。你这方面挺熟练呀、啊。都跟他学的，跟郭德纲学的。一听滋妞一声门响，郭德纲心一哆嗦。嗯。他以为他媳妇回来了。是吗？为什么房间多呀？回来进那屋，他哪知道啊？嗯。回头一看。心里踏实，不是他媳妇儿，谁呀、啊？郭麒麟，他的儿子。哎，不是现在，头些年郭德纲刚火那十来年前了吧？嗯嗯。郭麒麟不是那么现在这小鲜肉啊，那时候又矮又胖，小肥肉，又矮又胖，这么高，这么高，挺胖，小小眯缝眼儿，对，小眼睛，那时候不好看，挺可爱的。郭德纲搂着这女同志，回头一看，哎呦，宝贝儿，你怎么没上学去呀？哦，对了，我让你退的学，对。自己给自己刨一坑，这是爸爸的朋友啊，你叫阿姨就行，叫阿姨。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这不逗着玩吗？你跟你同学不也老逗着玩吗？是吧？全穷逗。别看这个，给你100块钱，出去上网去，走。郭麒麟那时候十来岁啊，正需要网络的刺激。嚯，好家伙！拿了100块钱不走，不动会儿，看着郭德纲跟那女的，而这吸引人，这倒霉孩子，你这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再给100啊，上网吧。比这刺激的有的是，看去，走。这怎么教育孩子？您说那玩游戏比这不刺激吗？郭麒麟拿着200块钱，小胖子眯缝眼儿，还没走。怎么回事？爸爸生气了，我告诉你啊。再给50啊，250，走。打游戏去，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嗯。郭麒麟拿着250块钱没走，还不走。不光没走，说句话，郭德纲吓一跳。怎么这是？爸爸，我不走。为什么？上次妈妈带个叔叔逗着玩，还给700呢。哎，朋友们，我说这都真事儿，都真事儿。为什么呢？上回那700块钱是我先垫上的。谢谢。你想这么多年了，我找他要过吗？坏人在这儿呢，光棍不光棍？您得了、嗯，您甭信，没有这事啊。反正就是说，人家里有钱了，嗯，认识人多了，哎，正常交往，这他媳妇没意见，嗯，也是应该的。对啊，那郭德纲教了好多徒弟嘛，啊，云鹤九霄不少，都是好样。岳云鹏谁不知道啊？嗯，这还用过多宣传岳云鹏吗？都知道啊。张云雷，人缘多好啊，打
大家喜欢陶云胜，嗯，有没有啊？有。李云迪，是吧？哎呦，马云，啊，这个赵云，怎么？云字科，云字科的徒弟。这赵云也是郭先生徒弟。有个云吗？赵云大师哥呀，赵云啊。见云就算是怎么着？云字科我知道，咱别对付，咱说不全，说不全，那也别瞎说。鹤字科刚才有展示的，靳鹤兰、朱鹤松、曹鹤阳，这对吧？对，曹鹤阳、张鹤伦，嗯，是吧？严鹤祥、鹤顶红，啊，你都给他们堵死是怎么着啊？过年片儿，鹤字科，别组词了的。九字科呀、肖字科都有很，他就是肖字科的，他叫消灭，你知道吗？消。不对，看来不对，我想把你消灭了，这不是马上更正吗？你别激动，消失，消消乐，你叫消可症，我就是糖尿病呗，不是，你叫消长，你叫你瞎编是不是？不是瞎，我回忆，您叫这个消面，我叫消面，消什么呀？你到底？底下要说叫硝酸甘油的，硝酸甘油，什么观众的都是、哦、日本人，不，什么日本人？硝什么呀？你的？我不是硝字科的，反正你是郭德纲的徒弟。对，云鹤九霄，你是九字科，哦，九，我不是九字科，我云字科。你也云字科？我入学早一点，云字科都挺靠前的啊。你叫云什么呀？云，我仨云，我没姓。就你自个儿说吧，你名字叫什么？栾云平，蓝精灵。哦，蓝先生呢？ 你又不知道，怎么着还爱接下茬儿啊？怎么？知道了，你告诉我，我知道了。你不知道？你不刚说的吗？我栾云平，栾云平。我怎么蓝精灵啊？我听错了，听错了，行吗？听错了。栾云平，对呀、啊，对吗？是你吗？是。说相声说的不错。您是夸我。郭德纲最喜欢他。嗯。郭德纲是他师傅。是。于谦是他师娘。对。你知道吗？不是。胡说八道！于老师是我师大爷，是你大爷，哎，对吧？我们关系好。郭德纲、于谦，全世界最有名的相声演员，可以这么说，也是最有本事的相声演员。嗯，这么两个演员每天教他说相声，是啊，还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啊？嗯，结果还是没说好，是吧？你说我多废物、啊？你说？哎，说的不错，是吗？说你没说好，是拿你跟于老师比了。稍微差一点，差得多，比同龄演员强得都多。嗯，因为你也下功夫，哎，我也练习，老师也认真。是，他说相声不庸俗，哎呦，不低俗，呵，有品位。您又表扬我，在我心里这样的相声是好相声，呵，回味无穷。哎呀，什么叫回味无穷？就是您当时听栾云平呢，可能感觉不是非常可乐。嗯，别着急，好，等过两天呢，您就忘了，是吧？就这种境界，他不给您添麻烦，是吧？哎，你给我添麻烦了，我怎么给你？我这相声不可乐啊，合着我不会是不是？您再说一遍，合着我不会。哎，你看我就想不出来这么恰当的词儿，你看，还人自己了解自己。我怎么不会呀、啊？我也有大褂啊。你自己说有大褂都会说。啊，都会说相声啊？对呀、啊，这不你的理论吗？我没听说，我也演出十来年了。演出十来年就会吗？再者说是你自己承认的，你不会，我没说你不会啊。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刚要表扬你，你看，不是您说我不可乐，过两天呢，我这就忘了，根本人都没逗乐人家。哦，过两天还记着，都过那么长时间，谁的相声过两天也忘了呀？这不是挖苦你啊？这是什么词儿？这是？这是表扬你啊，不给人添麻烦呢。你去，你这么表扬，听郭德纲听完乐得肚子难受，你这对不对？听你跟没听似的，这不表扬你吗？这等于是好词儿啊。好，你回家表扬你爸爸去吧。挨着吗？你别急了，说废话没用。您这不叫表扬，表扬你有学问。我爱看书的，行吗？嗯，脑子聪明，对吗？这对，敢承认吗？嗯，他自己都含糊，你这玩意儿你不是这没有这么想表扬他都没法表扬。哎，同志，没有这么问话的呀。我怎么问了？不是你脑子好，你敢承认吗？你这怎么叫敢承认吗？你眼睁，你敢承认你就敢呢。聪明吗？聪明。敢承认吗？敢承认。那就行了，这不就完了吗？测测你。还测测呢？哦，你说你聪明就聪明啊？2700多位观众啊、哦、你说聪明人就信了？能那事儿？测试测试。今天今儿什么日子吗？今元宵节啊。元宵节啊，看灯，对吗？对，看灯，猜灯谜。对，猜灯谜的日子啊。我考考你，正好我测试测试你，
来谜语，嗯，来谜语啊！你出去看那灯上就有这谜语，注意看着啊。哎，说在大海当中啊，这么游的，这是什么动物？哎，海马。好，够聪明的，是吧？大海当中这么游的，水母。水母这样游，这样。咱这是这章鱼。章鱼这样。哎，注意方向，咱这是这。那我还真不知道。五个海马一块游。你看看那灯上就有哪个灯上有这个呀？灯上有，怎么样？五海马就这么游啊？我们家灯上就有。这不叫这叫灯谜吗？你说这叫灯谜吗？这什么动物？这叫灯谜？我没说灯谜啊，我可没说灯谜。我说你猜猜，你说灯上有这个？灯上有，我们家灯上有，行吗？我还不去你们家，行不行？你这人脑子不承认，他老不承认。不怎么样。我再测试测试你，问什么说什么，姓什么？栾。行，反应还真够快的。今年34了，知道自己姓栾，你看。你这话你我这都听不出来好赖话了。不行，这么回答算错。嗯，咱来回新鲜，来回刺激的，来回刺激的。也别太刺激了。咱来回什么知道吗？啊，叫答非所问。我都不懂。你不擅长这个吗？嗯，就是我问你问题不是吗？啊，你该回答了吧？是啊。回答问题跟我这个问话别挨上，答非所问，就算你对了。这是我特长啊，对吧？这特意的。挨上倒算错，这是我特长啊！一挨上就错，说白了就是不会聊天啊。对，对对对，是吧？哎，就是必死那种感觉啊。什么意思？你再举举例子。比如说吧，我向你提问，哎，我说您吃过饭了吗？我说没吃，挨上了。我吃的元宵，有关系。现在不饿，不对，正减肥呢。别说了，先放冰箱里，就到这儿吧。给我腾腾。行行，你看各位朋友，您都听见了啊。我问他吃饭了吗？他说吃了，没吃，一会儿再吃。吃的元宵，你给搁在冰箱里。这都跟吃饭这个话题有关联。嗯，答非所问，问你这个吃饭了吗？你答案不能有关系。我怎么就不能有关系？问你吃饭了吗？我怎么答呢？你得说我有痔疮。这两句话字面上有关系吗？没关系，这就算对了。我等于我要介绍病情就成了。哎，你就可以不听我这问题，你随便说。好好，挨上就算错。好好好好，也不用多问啊。嗯。五句话，好，咱就五个问题，你准得挨上。好好好，烦劳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在这儿听一听。嗯，您知道哪儿算错，哪儿算对？哎，我问他个东，他说西，啊，越知越远，越算他对了。行嘞，啊，如果说他一挨上，就算他错。没什么问题。他要错了，您给他鼓鼓掌，讽刺讽刺他啊。好，五个问题啊。好嘞，好嘞，好嘞，开始了啊。嗯嗯，你贵姓啊？我痔疮。今天是星期几啊？灯泡真够亮的。你属什么的？我爸爸是塑料的。几句了？三句了。哎，你怎么样？哎，谢谢。这个脑子呀，确实在的啊，脑子太笨。哎，这就没办法了。等会儿，等会儿，这回就是大家都2700多人在这儿见证啊。哎，这是一个，接着来啊。不用来了，不用来了。怎么？已经挨上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句了？我说三句了。这不挨上了吗？挨上了，这是。对，挨上了，这就挨上了，对吧？你看，你看，这是第四句啊。哦，第一句问你贵姓，第二句礼拜几，第三句属什么的，第四句几句了，这都是问题啊。哦，我问你几句了，你说三句了，这不是挨上了吗？嗯，我问你几句了，你应该说我爸爸跳楼了，这就对了，对不对？对对，我没忘了我爸爸这事儿，对吧？五个问题，对，没废话，没废话，每句都算。好，怎么样？再来。再来一回，再来，还是五句，我留神了，还是五句，没问题，每句都算啊。哎，好嘞，开始啊。嗯，贵姓啊？我有痔疮。今天星期几？灯泡够亮的。你属什么的？话筒是新的。几句了 ？Thank you very much。哎呀，又错了吧？没有啊。哎，错了。这是。脑子行不行啊？这玩意儿一测就测出来。不是，等会儿，这正好是第五个问题。什么第五个问题啊？又错了吧？问号。没有啊，你错了。这也是问题啊。没废话呀。这不第五个又错了吧？这也是问题啊。是不是问题啊？问号吧。我，不是问题，你能回答没用吗？对不对？这题多讨厌呢！讨厌这绕的你证明你脑子慢。不行不行，猜谜语吗？正月十五应该猜谜语。您刚才说这一海马一错了吧？这哪是谜语？你告诉我，怎么叫谜语呢？你有谜面有谜底，这叫谜语啊！有谜面有谜底的，你说一谜面。听这个 啊， 啊，诸葛亮借东风，这是什么？这是谜面。谜底什么？诸，你别问呐，你得猜。
诸葛亮借东风有这出京剧，也有这个其他地方戏，历史有这典故。诸葛亮借东风，这我瞧过这戏，打一种食品，这算严格意义这谜语吧？哎，可以吧？可以。哎，你猜的这个，诸葛亮借东风，猜一种食品，入口了能吃，每位观众都吃过。喝风。这玩意儿多少钱一斤呢？面向西北，张开大嘴吗？食品，喝风叫食品吗？不行啊，不得不你别对付。哦，那我诸葛亮借东风，这我不知道，猜。别我使劲猜，我猜不着、啊、猜着吗？猜不着，猜不着了吧、啊、这是个谜面，对吧？谜底什么呢？谜底注意告诉你，您教我，我学学、啊、我一说观众就得认可。嗯，就是我们夏天呢、啊、吃那个西瓜，这怎么诸葛亮都吃过吧？是西瓜，你看诸葛亮借东风啊，嗯，东风他往哪边刮呀？西瓜呀、啊、不西瓜吗？你看怎么样？你看，哎，他自个儿说的啊，我不能说，我一说他矫情。你看西瓜，他自个儿说的，诸葛亮借东风，西瓜，西瓜。哦，怎么样？有学没学的？行，这不错。我再给你来一个。好，诸葛亮借西风，这是冬瓜。醒过盹来了你？这不算水果，这算菜。好，我没说水果，对，食品，这算菜。有两下子。是，诸葛亮借南风，北瓜。诸葛亮借北风，南瓜。诸葛亮借旋风，旋风来，不知道这不是烂瓜。你这就叫对付了，你这个烂瓜，我这还想呢。哎呦，哪瓜是这名儿？行啊，什么烂瓜？这就不错。哪市场卖烂瓜呀？哎，有啊，你晚上天黑就卖这个。哪骗人的那是？不错啊，这脑子就不错。接着来啊，我再测试测试你，我还对你还挺感兴趣。我再测试来，对我挺感兴趣。来个字谜，字谜好。来个字谜啊，注意听着，涉猎面还挺广。哎，一横一竖，一横一竖，猜一字，简单吧？嗯，一横一竖，一横一竖，猜。我让你猜字，你这运什么气呀、啊？你说错了吧？你别老质疑我这谜面。我让你改。没说错，一横一竖，一横一竖。这我不知道这。这都不知道。这是不是二十？什么二十呢？你这叫俩十，这叫二十吗、哦？一个字。草字头。草字头是一个字吗？一个字。不是，那我别费劲了。告诉你，这是口腔的口。口腔口怎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你口写的时候不都这样，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你跟法国人学的字儿是怎么着啊？你这怎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给猴一个笔都不这么写字，他就是这么四笔吗？我说一字谜，你也听听好不好？你也会说呀？多新鲜！你说一，我猜猜。一竖一边一点儿，猜个字。大小的小，一竖一边一点儿，大小的小，这你别蒙我，小朋友都知道，小朋友的小，对不对？不对。你看，咬牙愣说不对。那你公布，一竖一边一点儿，不是小是什么？补。补。萝卜的补。胡萝卜那补。对。那怎么一竖一边一点呢？一竖啊，一边一点儿。一竖一边一点儿，这边呢？那边没有啊，那不两边了吗？你这我不瞒您说啊，我出这题我就后悔了，我漏题了。我跟你说，一竖一边，咱以为一竖一边一点是一竖一边一点，对吧？这正常的思维。哦，一竖就一边一点，我告诉你多好啊。行，这题不错。对，表扬表扬你，回家玩去。这题不错，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再考考你，看一个桌子啊，这不是桌子吗？桌面啊，一桌面几个角？四个。拿刀剁一个角，还几个角？仨。你看看，你看完了，完了。这猜谜语的日子，你不对不对，朋友们都知道，五个。你别拿这，你拿这手一数，误导你了。哎呦，误导你了。不是，怎么不可能越剁越多呀？就越多越多，越多越多，怎么可能越多越多呢？五个，五个，四个多一角，四个角减一个角等于五个角，懂吗？这是人话吗？你看，你别不承认，各位朋友都明白。一个桌子，四个角，对，这好比那刀啊，拿刀剁一角，数，一二三四五，这桌子东西多一点，乱一点也能看明白。一二三四五，哦，这钝角也算，是角吗？
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这都是角啊。不是刚才钝角凭什么不算啊？刚才这花干扰我了。你别找客观，干扰我，客观。再来一回，一桌子几个角？四个。拿刀剁下两个角，还有几个角？六个。不对，嗯，还是四个。怎么还是四个呀？你这样剁。你要袭击我是不是？你干嘛你？你干什么你啊？你干嘛？你推我干嘛？废话，你这叫剁，你这叫切。什么叫剁呀？离远点不就剁吗？你切完这桌子还立得住，这还叫桌子？你败家子儿是不是你？你管着吗？王峰，他猜不上来，他老说我提不行。废话，这两头堵。我说一个，说一个好的，就这个，逻辑啊，逻辑闭眼想画面啊，逻辑思维行吗？真闭眼假闭眼啊？你随便，你想出画面感。行，你说吧。画面感啊，我的故事都说完了。警长，说啊，别害怕行吗？我还真不敢闭，闭眼他给我一嘴巴，我跟你说。他有这经验是吧？对，我上回挨过一回。哎，你看着点我。上回是右脸。别害怕啊，哎。说西屋里是个牛棚，懂吗？这句话。明白呀。啊，西屋里边是个牛棚。哎。牛棚里边有匹驴。什么？嗯。西屋里边是牛棚，驴上牛棚里边去了。行不可以不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吗？我阻止不了驴啊，对吧？这是迷面，你别老干扰我。我这是逻辑性很强，我得闭眼想。哦，西屋牛棚，牛棚有驴。想啊，说西屋里是个牛棚，哎，牛棚里边有匹驴。西屋把牛牵出来呢，往东啊。把谁牵出来？你把这字眼说清楚了，是驴牵出来，牛牵牛牛啊。西屋是牛棚，有头驴，牵出头牛来。他是牛棚，那驴是点缀啊，他不能光有一驴啊。行啊，他还有牛呢。我能听明白就得，对不对？别给我岔不了，一会儿干一会儿得出来马了，是吧？是不是？你别掺和啊！我不掺和。你别出题啊！你看这题我头一回听。西屋里是个牛棚，哎，里边有匹驴。好，把牛牵出来呢。哎，往东走了三里。往东走啊？往东走了三里。嗯，然后呢，一拐弯往北啊，走了二里。嗯。方向啊，方向跟距离啊，北走二里，然后扭过头来，往这牛的这个七点钟方向啊。七点钟方向是怎么方向啊？又走了十五里，七点钟就是。哦，这十五里。嗯。然后呢，拐过身来，又往东啊，走了228公里。好家伙，累死这牛了。然后问那个牛啊，想不想那驴？来吧，您可以公布一下。哎，你猜吧。问这个牛想不想这驴？对，走出那么远了。大概其他想。为什么呢？因为他走200多公里了。不对，你这没有根据，不行，不行。那就不想这驴。为什么呀？他走了200多公里了。为什么不想？他太累了。哎，不对，你说这都不对，你说这都不对。那你说这牛想不想这驴啊？嗯，你说这牛想不想这驴？那得问驴啊。这是人话吗？问牛想不想驴？对。然后你得问驴。对，驴要想那牛，牛得想这驴，多合理。您不，你说一个吧。你要说这个，你说一好的，就这个。牛驴，牛驴体是吧？啊，牛驴同笼。行，牛驴同笼。我说一个啊，你也说牛驴体、啊。哎，你听这个啊，哎，说一个鱼缸，有一个鱼缸，鱼缸里，我这不是驴了啊，听清楚，我这是鱼，鱼，哎，鱼缸里边有鱼，多新鲜呢，还有一王八，嗯，这鱼缸里边搁上水，玻璃鱼缸啊，哦，玻璃砖的，哎，把这鱼缸呢放在冰箱里边，可不是冷冻。那是呢，是冷藏，哦，24个小时，打开冰箱门，把鱼缸取出来，广剩王八没鱼了，这怎么回事吧？怎么样？这比那200多公里强吧？哪儿强啊？嗯，哪儿强啊？答案太简单了，你这个。好家伙，打你手背上了。鱼不是没了吗？对，鱼让那王八吃掉了。没吃，没吃鱼蹦出来了。喂，鱼缸里边也没有鱼，没蹦出来。那我知道了，嗯，两套，哎，跟变魔术似的，他提前搁一个不带鱼的，
转天把这拿出来了，对不对？哎，对吗？我们街坊一傻子就这么答的，不对。你这像话吗？这答案多合理，他不对，不对，你不对说不对，你提傻子干嘛你？不对，不知道，不知道啊？你公不公？不知道，留着这题问别人来啊。哎，对，小吃小常识。太好了，鱼缸里边有水，嗯，俩动物，一个王八一个鱼，哎，搁上水啊，把这个鱼缸呢就搁在冰箱里边了，嗯，没冻上，冷藏，24小时把鱼缸拿出来，嗯，光剩王八，没鱼了，鱼哪儿去了？这王八也纳闷呢，鱼哪儿去了？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叫？人身攻击呀、啊，这就叫人身攻击。拿人开心，拿人开心，他自己一乐，你这有什么意思？我并没有乐。有什么意思？我并没有乐。你这我正想那牛想不想驴呢？嗯，太可气，这种题这不叫玩意儿，不叫玩意儿，不叫。您要不说这牛跟驴这题，我绝不说这王八这题。我本来我今儿我不想说了，知道吗？你不想说，你为什么你催我干嘛你？嗯，你催我干嘛你？这是技巧。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题目出的呀，说实在的啊，不怎么样，哎，不怎么样，哎，没有什么意思。好好，不行，你换一好的，啊，换一好的，我还换一好的，换一好的，这不行，你这除了男人开心没别的意思。行，我那个题出的没男人开心的。行，对不对？我换一稍微好一点的题，换一好的，好，嗯，哎，就这动作，哎，你注意点我这发型，啊，这就是个谜面啊，哦，这一个动作是一个谜面，对，猜什么呀？猜个动画片儿，猜动画片儿，猜着了，这是小头爸爸，有这动画片啊，对不对？抱歉的通知您，不对。你看他不敢承认，他不敢承认，不对。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啊，猜不着，就这一动作啊。这是什么动画片？葫芦娃。哦，这一动作，这是一个动画片儿。哎，葫芦娃，这没挖苦人吧？这个，这我也会啊。是吗？你这我这一动作，我这一动作，葫芦，你猜一国家？哟，那我不知道。巴拉圭。这。你这谁都会，谁都会。你可太恶毒了。哪点恶毒？你可太恶毒了。你哪点恶毒了？哪点恶毒了？就这，您这我都巴拉圭了，你这玩意儿。我那王八怎么纳闷来着呢？多可气！你甭说这个，哎，这么办吧，今天是正月15啊，说点谜语啊，灯谜啊，这叫点缀点缀，应应景儿，是应应景儿。说相声的都会说这个，哎，你说他说那个呢，这谜底呢，我也都知道。我说这个呢，谜底呢，他肯定猜不着，是吧？我还是那傻蛋，不是他也都知道，嗯，这都是传统的，哎，这都是老套的，这熟了，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个老说就没什么意思了，你要干什么吧，对不对啊？说学逗唱这叫逗，对，没事我老跟他逗，嗯，对吧？您记住了，俩人台上好才逗呢，我们俩关系好，关系不好不会瞎逗。是我跟他关系就挺好的，嗯，我是他爸爸，哎呦的干儿子。你这大喘气，你别打断我，我这人啊挺注意这个，你打断人家非常不礼貌。还老有我不礼貌？对呀，啊，你打断我，观众认为我真是你爸爸，后边还有话没？还有，我是你爸爸的干儿子。您连着说，哎，他是我儿子，不是的干爹，哎吧？我媳妇儿是他妈，没听说的干闺女，他妈是我媳妇儿的干娘。你不会断句儿是怎么着啊？我气短你，你气短你老是长辈，你关系没错啊？你连着说关系没错，你重新说。你当着朋友，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又来了的干爹。是啊，啊。不是绕你了，完了，我绕你了，你甭作揖，甭作揖。我跟大伙儿我道一道。我绕里边了，我怎么绕你？我跟你爸爸叫干爹，你说明白，对不对啊？对，好朋友啊，嗯，关系近呢，啊，说相声的差不多的关系都不错。对，说学逗唱基本功啊，嗯，郭德纲唱了半天了，又京剧又评戏又是梆子的，他那儿唱那方面，对，真正的唱，刚才也唱了太平歌词，哎，对不对？是啊。还有一个他没展示的，这是什么？叫蜀唱来宝。他唱的不好，后来发展成快板书啊，快板啊，有很多流派啊，王高李三大派吗？嗯，你行吗？听过吗？我四岁，嗯，我就听，四岁就听，对，哎呦，没听明白过，我怎么我就没听明白过呀？在这我展示展示，展示展示，当着朋友们，我来一段啊，我来一段，你就没听过？怎么可能？哎，朋友们，今儿您来着了啊，轻易不漏。我四岁听，嗯，哪犄角旮旯
什么段子我都听过，什么段子都听过。对，我唱这段你都没听过，不能。我唱这段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我服你了。好，行吗？好，你要知道，我给你一毛钱，啊，算我输，算我栽跟头了。你您留着一毛钱买糖去啊。啊，算我栽跟头了。好好好，你要不知道呢，我给你一毛呗。那可不行。那怎么叫不行啊？你要不知道，你是我儿子啊。你先别唱了。啊，我要知道呢，你给我一毛。对。我不知道呢，我是你儿子，我有病跟你打着赌啊。你不有把握？我甭去，甭去。一毛一毛挣啊。甭去、啊。好，一毛一毛挣。一毛一毛挣啊，我会的又多。挣五个，我撒泡尿就没了。你准不知道，我卖卖力气，听着。卖什么力气？儿啊！啊！你唱不唱啊？你拦着我怎么唱啊？你拦我？废话，你要不喊我呢？我看你听着没听着。哦哦，你喊儿我就听着呢。我喊完你要没答应，哦，这小子没听着，那我就别唱了。你甭去，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哎，还真行，听着了。不，你甭不要这个啊！注意啊，注意啊！那挺文明一人。注意啊，21岁的小寡妇，少姓没食儿，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我这过了门的范白裙儿，死了那个栾云皮儿啊，过了门。这不是这死了？哎哎，你看到？吓我一跳，你知道吗？你吓我一跳，我吓死你都不冤。凭什么呀？这词儿是死了那个当家人。当家人就是栾云平，就你。这段叫小寡妇上坟。对。王派王凤山。这你肯定知道，这你们家事儿你能不知道吗？你甭说我们家这老段子。我再来一段，你听这段。陈旧啊。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啊，能工巧匠把这个造成，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啊，宝盒落在光棍人手。你别唱，你怎么老一股子一股子呀？诸葛亮押宝，高派高凤山，这是于谦老师的师爷。说不知道。我凭什么说不知道？我说这么详细我不知道啊。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哎，我可不给你留面子了，知道吗？我再也不给你留面子了啊！我再来一段。您快给我收了吧。再来这，哎，你还甭说知道哪派，你给我接上下句来，证明你有本事。行，我算服了你了啊！听这个，这边来，嘿，您这都偏台了，您。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接下句。我接你奶奶个孙子。这叫什么语言？这叫什么语言？他接不上来，恼羞成怒。我接你奶奶，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这不是废话吗？没用，根本就没这么一段。怎么没这有这段啊？这段叫什么名字呀？这段啊，这段叫《两只羊的爱情故事》。行，听这名字就瞎编的呀？怎么瞎编呢？怎么不是瞎编呢？这不是瞎编，这是什么呀？按照一定的规律编的呀。还是瞎编的，还是瞎编的。这是玩笑啊！别糊弄我。小段就两句。行，你看看，这是基本功啊，承认不承认？是基本功啊，说学逗唱，相声演员绕口令啊，快板啊，数来宝啊，基本功。那么在北京演出，外地也演出，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我们哪儿都去。到哪儿头一件事儿，知道什么吗？先学一学当地的方言。干嘛使？跟观众拉近距离，好交流。对，对吧？是。你说国外我们也演呢，美国呀、加拿大呀、日本呢，我们都去过。德国到那儿先学习当地的语言，对，跟人好交流，对对吧？他就不行，我学不会。他在这方面就差一点，我比较笨。他对语言这方面呢，实在是没有什么感觉。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你应该学学。跟谁？我找不着老师。那个后台一个比一个废物。我教给你。你又教给我。我教给你。
你教给我什么？你教我教你外语啊，外国话。你会哪国话、啊？哪国话都敢说。是吗？哪国话都行，你随便问。哦，随便哪国话都敢说。我学英语这很普遍、啊。英语不会教。英语不会教，英语没有教的，知道吗？英语就到那之后自己就会了。哦，嗯。法语会吗？法语不会教。德语会吗？德语没听说过。哎，要不然我教给你一点得了，你这什么都不成了。什么都不成，没有这么问的，有这么问的。哎，英语你会吗？法语，这是学习的态度吗？嗯。学习有这样的，你跟郭德纲学相声，哎，郭德纲来报菜苗我听听。来砸一上，来砸一上，我听听。他这就给人拴对儿。他教给你吗？你跟我你客气点儿，你面带笑容怎么了？行行，你看这个倒霉仪容，你看看。咱大正月十五，咱别说这个啊。我爱说，乐点问。问吧。那我问什么呀？我问。你学什么？问什么呀？你能教给我点法语吗？不会。不能不会。我踹你了啊！不会行吗？不会。怎么你干嘛？不会行吗？当然会了，因为我经常我去法国，法语我说的最好。法国有个塔吧，大雁塔，大家谁没去过？是不是？法国那塔不叫大雁塔，大雁塔在西安呢，知道吗？这不让吸烟，吸烟您上外头。我不是要吸烟的。法国那个塔，这叫埃及金字塔，对吗？那在埃及，知道吗？我在那儿当过法老，假的。多不多？对了，你当不了。搂着游客照相的。法老搂人照相。对对对。不行。那叫埃菲尔，埃菲尔蛋塔，铁桶，埃菲尔铁桶，埃菲尔铁塔，铁塔，铁塔，我经常在铁塔区那儿附近溜达呀，溜达达，那儿话我都会说，是法语说的不错，好，说的相当流利，嗯，你问我什么，我教你什么，我那我法语简单点，你问问，行，那我随便问了啊，随便问，生活用品。法国得有啊？什么？法国没有，别问。什么叫法国？豆汁儿啊，爆肚啊，这玩意儿翻译不了。法国没有，法国有的就能问。这你要不说这词儿，我也想不起来。法国有的。帽子。法国没有。问吧。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嗯，耗子吗？人家是除四害，好极了。哎呀，嗯，我问的不是耗子。什么呀？帽子。帽子法国有，嗯，帽子没法说，怎么是草帽、礼帽、皮帽子、泳帽是吧？是毡帽、帽头、护士帽，这怎么说呀？法国人穿西服戴泳帽好看吗？那个，我让你穿西服戴了，嗯、你穿泳装的时候戴啊，哎，对不对啊？我就帽子这俩字统称好啊，帽子叫那地，法语绝对是法语。你说了吗？说完了，你以为撒气呢吧？朋友们，您要是懂得法语，您得呵给我叫好，说相声还懂法语。闹地，你看，你看，同学都来了，你看，闹地，这，你牙掉了是怎么？闹地，眼镜儿，眼镜叫鼻子上边，多形象，鼻子上边。您这法语我听那么耳熟啊？去过法国吗？没有。那怎么会耳熟呢？就是不对，鼻子上边。我要问您啊，嗯，鞋怎么说？哎，这袜子。满意吗？你有点太直白了吧？怎么直白呢？法国巴黎正音啊，正音啊，这我都快听出来了都。你不会法语是吗？你听不出来。哎，吃的什么可以问吗？吃什么都行。花生，剥了皮吃。樱桃呢？涂了核吃。橘子呢？剥了皮涂了核吃。问得很有代表性。好是吧？好。哎，嗯，棒子面粥怎么说呀？法国没有。有，法国不喝这个。我给他们熬去。哪国都有老玉米。棒子面粥。对，是刚熬的，是搁了一天的，发音不一样。您这玩意儿有用了这么严谨吗？当然了。呵，刚熬的。冒热气。对。叫，糖嘴。不信你就试试。老师您好，您带着我复习一遍吧。没有必要。有这必要。现在开始总复习了。对，咱马上冲刺了，进入冲刺阶段。对，倒计时了。刚才您说那些您可别忘了。您慢一点问啊。好嘞。嗯，帽子拿地去，你就慢一点说吧。拿地去，你再慢一点说吧。脑袋顶着，脑袋顶着，没有必要就拐着弯了，您就脑袋顶着就完了。地去哪儿不像法语是吧？对。这眼镜呢？鼻子上边，鼻子上边。是，口罩鼻子下边。口罩叫鼻子外边，你真是。
别瞎发挥，口罩的鼻子外边，鼻子下边那是假牙。他这法语都围绕着鼻子，他钻了词儿，合理吗？好，好，好，合理。鞋挨着袜子，那要袜子呢？挨着鞋，对，好。行，他可不，他互为挨着呀，哎，对对对，吃的那花生是剥了皮儿吃，樱桃脱了核吃，橘子剥了皮儿脱了核吃，学多快？这叫什么玩意儿？学多快？棒面粥刚熬得那叫什么？冒热气，对，烫嘴，他肯定是烫嘴啊，合理吧？这要放三天的呢？热热，满意吗？那叫馊了，知道吗？那一礼拜了，咱别骗人行不行？你这什么法语？我法国朋友多着呢。你朋友都法国人？对，我喜欢交法国朋友。那我知道，你问这是属于胡问了。我问个花生我就胡问了。法语太难了，法语太难了。哪国话不难呀？教你点英语。你不是教不了吗？咱改对话形式啊，不从单词开始。英语底子大家多少都会点。哦，你底子怎么样？我底子是不错呀，啊，就是帮子烂了。破鞋不是怎么叫你英语的底子？我差点意思，我基本不会。对对对，那太好了，啊，我喜欢教着不会的，是吧？你从这边来，我从这边来。您先等一等，一打招呼咱就开始。这里边没有剥了皮吃这套吧？有，你给我戳穿了。你别骗我。朋友们都懂英语。行行行，咱不会瞎说。哎，一会儿您就乐了。愣会话。Hello， 你这愣头哥哪来了就 ？Hello， 谁不会 ？Hello， 我这我也能答呀。Hello。Hello。Hello， my son。啊，乐了吧？这不成了，我就这我咱。我跟你打招呼，你也跟我打招呼啊？打招呼啊？是这什么意思？你这哥们儿，哥们儿。哎 ，my son， 哥们儿。那我喊什么？你喊我 daddy， 也是哥们儿。My son， daddy， my son。不是，等一会儿我先问问你。my 你别老拍人肩膀了。my son， my son 什么意思？哥们儿。这 daddy 呢？哥们儿。不是，这都哥们儿，怎么发音这么不一样啊？同义词。什么？你儿子跟你爸都同义词是不是？你不是不懂英语吗？我不懂英语 ，daddy 我懂啊。这跟咱那的爹差不多呀，这发音都。行，够聪明的啊。这不是聪明的。我怕你紧张。我从剥了皮吃就不紧张了。放松没有？现在全放松到这儿了吗？我都放松，我连脚都放松了。放松了啊，让你放松精神。谁让你放松脚了？放松了是吧？啊，正式开始。咱别有不要这伦理根啊！我也捏着。What's up, brother? Yo. What's up, man? 说话呀，我跟你说完了。我说完这句该你了。这不是那 hello 那套了。你多新鲜！你不让说那个吗？我说 What's up, brother? 我不会了。你说 What's up? What's up? 不，你这发音像胡同串子。你这不是吗？不像英国人。你这不是英语吧？就是英语 ，What's up？What's up？ 一到他这儿老这么别扭。是 ，What's up？ 连读 ，What's up？What's up？ 啊，就凑合着吧。可不就这玩意儿，哎，不能凑合吗 ？What's up, brother？ What's up？ Where are you going？ What's up？ Where are you going？ What's up？ 对，没别词儿了你啊。你不就这么教这么学吗？改词儿了。这刚才是第二句，现在该第四句了。咱从第几句开始学的呀？从第一句啊，我第一句，你第二句，哦，我第三句，你第四句，这都得。我说 Where are you going？ 你说 Just walking around。这扎死谁？这是？就这中式英语，扎死他。扎死他。Just walking around。扎死他 walking around。哎，好。Where are you going？ 扎死他 walking around。哎，好。By the way，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ay with it？快点，该你了。What's up？ 你这胡说，不对，这搁着不是地方。我感觉我就蒙一个，看万一对了。对不了，我教给你啊。一说完这句，你特别幸福的，特别是 happiness， 特别高兴，哎呀，非常爽的，给我一鞠躬，哈哈 ，wonderful，wonderful， 你算拿分了。好嘞，好嘞。哎，从头来啊。还从头来呢。What's up, brother？ What's up？ Where are you going？ Just walking around。By the way,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ay with it? Wonderful, wonderful. 好，行，是吧？有点意思，词儿都拿下来吧。哎，不错，马上脱稿。情绪稍微差一点，再高兴高兴，高兴一点，更完美了啊！以后有机会吧，有机会我带你上外国。老师，跟人家咱啊。老师，您刚才教我这套都什么意思？
意思没必要知道，记住词儿就可以了。别介，我学学，又掌握掌握，到时候后台他们不会，我教他们呀。不用教他们干嘛？他们不学这个。别跟他们说啊，尤其跟郭德纲不能说啊，不能说。我说说这怎么，我也偏没学问。哎，不行啊，他会揍你的。你说的不地道，那能管？我们老师特别特别好，知道吗？是吗？不会揍我的。哦，我们老师就是好。哎，那不行，不，你不能告诉你。别别别，你狗脾气。不，我是我承认我狗脾气。对、啊、你教教我，学能耐，我怕什么的呀？真小哈，真学呀、啊。What's up, brother？ 这什么意思？你最近挺好的。啊，我 这就是怕什么？这 What's up？ 也是啊。我挺好，你挺好的。哦，你瞎大个，你说这呢？闲聊天。Where are you going？ 嗯，你打算干嘛去啊？我这扎死他这个呢？扎死 walking around。什么意思？没事，我溜达溜达。溜溜达吧。这不很好吗？你那挺长那套呢。你说那个 by the way I would like marry my wife are you okay with it？ 这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恼了。我恼你干嘛？你一生气怎么办？我不生气、啊。你要生气怎么办？我要急了怎么办？我要生气，我要急了，我是王八蛋。这是你说的啊？对， 我把这意思告诉你，你一生气，嗯，一瞪眼，你王八蛋。我王八蛋。早知道你那么随和，我连 wonderful 一块告诉你。当然。你不就问那个 by the way I would like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ay with it？ 不就这个吗？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你媳妇嫁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我乐意个屁！我乐意，这有问乐意不乐意的吗？急急你王八蛋！你同意让她嫁我，你是王八，你还大一辈儿，你挑。Please choose。这话多孙子呀！请选择。不是那 wonderful wonderful 呢？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别太好了。下面请您欣赏杂学唱，表演者郭德纲、于谦。给我的呀，哎呦呵，每回来都跟上货似的，我们啊，回去吧，座儿丢了。嗯，哎，行了，夸我呢啊！这盒跟您刚才那一样是吧？哎，对。哦，这是两间房子。嗯，嗨，睡不过来了。那是啊。嗯，怎么还没走呢？每回来演出的时候都让我很感动。嗯。啊，观众们来就来，还买东西送东西。是啊，诚惶诚恐。不敢当，愧不敢当。嗯，来了都花了钱了，就别再买东西了。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买的东西我喜欢不喜欢，是不是？你这什么意思？有一个叫转账的，你们懂吗？哎，不懂，别开道了。哎呀，特别的感慨啊。嗯，在后台看着徒弟们、孩子们都长大了。是，我们真是应了那句话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这人老了。我觉得我小时候。演出站台上根本就不值得累，是吧？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他就是岁数的问题。嗯，他媳妇儿都说我，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你可不如原来了啊！谁说的呀？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这个高峰的媳妇儿也那么说。是啊，嗯，孙越的媳妇儿，好多人媳妇儿都这么说我。嘿，好，人缘好，净交朋友了，就叫这朋友啊。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吧？这历历在目。我们都是从小啊干这行的。是，这个玩意儿难就难在这儿了。嗯，说半截儿，我是个厨子，嗯，我是个裁缝，我是个干嘛的？我突然间不干了，我去说相声去，啊，很难成功。对了，不容易干。有基础，这跟唱戏是一样的。是，没有基本功不行。哎，你天花乱坠，人那行拿眼一打就知道你值多少钱。对，说相声也是，你不用张嘴。嗯，你从上场门走到正当中啊，就这几步站住了，我就知道你值多少钱一段。哎，不用说话哦，啊，嗯，就跟人唱戏后台是办得了戏画上脸啊，老先生一瞧就知道，嗯，有能耐没能耐，哎，会不会？我们小的时候在曲艺团的学员班，是当年这叫团带班，对，给我们搁的戏校上文化课，对，啊，专业老师呢，嗯，曲艺出。哎，曲艺团，哎，什么语文算术跟人戏校一块儿学文化的老师，嗯，我们同学，对，他比我大四岁，哎，竟然一个班，嗯，您那意思我蹲了四年班是吗？打小，嗯，老师爱我们疼我们，是喜欢好好学，当然老师也严厉，
那当然啊，老师也严，那是现在回头想，感谢先生们对我们的教导，真是这样。那会儿要客气那算完了、嗯、是吗？干不了这行了，也学不着东西了。老师管得多狠，是吧？冰棍都不让吃。冰棍为什么不让吃、啊、凉的不能吃，嗓子容易激着。哦，这是刺激。甜的咸的不能吃，这个怕齁着。对，辣的不能吃，辣的就更不行了，刺激性强。对，说今儿演出，嗯，晚上吃饺子不许蘸醋。哟，醋都不行，醋是锁嗓子的。哎呦，不可以，不能吃啊。喝啤酒不行啊，酒就不行，啤酒让这嗓子松懈下来，嗯，唱高腔上不去。哦啊，我们这个老师吃大米饭都把两边那尖儿嚼了去，这多讲究啊。这我们老师后来饿死的啊。对，这么吃饭非饿死不可。当年曲艺界有位前辈，哪位？古界大王，叫刘宝全。哎呦，那可是大师啊，唱大鼓的，人家是祖宗。没错，这一辈子几乎没吃过肉，全吃素，吃清淡的。哦，说最近哎呀想有点馋，想吃点荤、哦、怎么办呢？炖一锅牛肉。哦，这肉搭出去你们吃，嗯，我就用牛肉汤烩点菠菜。还是吃菜，这就叫开了荤了，这就过了瘾了。那个嗓子那个甜呢，没法不好啊。现在有人70岁灌的老唱片啊，跟小姑娘一样甜极了，又脆又甜，干净。 嗯，睡觉前刘宝全先生切一片梨，哦，含在嘴里面。这是为什么呀？早晨把这梨吐出来，这梨是黑的，这黑的是肺火吸出去了。哎呦，讲究了，这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吗？真是，我试过。您还试过？不成功。怎么试的呀？睡觉前来片梨，横着躺着。哦，我人睡觉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啊？咬牙。哦，嚼。嗯，哎，咽了。这怎么办呢？嗯，最好找个人看着我。看着我这咽了呢。嗯，给我续一片。这还得往里续的呀？你怎么着，这一宿也坚持下来了啊？对呀，够肺火呀。啊，嗯，我就跟于谦的媳妇说，嗯，去别睡觉，你等会儿看着我。不，不用看着，找你媳妇儿去。我一看他媳妇儿不答应呢，只能跟我媳妇儿说。哎嗨，就直接找你媳妇儿。睡觉前，大鸭梨削好了皮儿切得了。哦，码一盘子。嚯，你看着点我啊。啊，盯着。哎，我横一片睡觉。是，只要是一嚼咽了，给我续一片。啊，对，往里续。早晨一睁眼，怎么样？嘴里没有，没续。我真挺生气，我说你怎么回事？这得说说了，不说好了吗？对呀，给我续，没续了一片呢。不负责呀。续了。续了吗？续的没有你吃的快啊。5斤梨呀、啊、是啊，这还饶进半斤饼去呢。好家伙，不嚼着不行了。这是要不是我手快，戒指都没了。好家伙，这睡觉带劫道的。你看这玩意儿啊。啊，回头想，嗯，当年先生们教导我们的话对呀。怎么说啊？子弟无音，客无本。什么意思？干这行没嗓子，嗯，你就别干了，没有本钱。很重要，说相声也得用嗓子呀。那当然啊，四门功课。嗯，脱鞋就唱。嗯，脱鞋唱啊？脱鞋上炕？没听说过。上炕就唱？不，不是啊，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说，嗯，嘴里得干净，得利落。不管您坐在哪一个位置，什么叫犄角旮旯？是，楼上地下。嗯，地下没有。甭管您跟哪儿，是每一个字儿，嗯，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朵里，这叫功夫啊。吐字不真，如钝刀杀人，就是这个形容。钝刀杀人啊，杀人讲究刀快啊。是，对刽子手来说，这就积了德了。是啊，比如犯人，过去啊，五花大绑。跪在菜市口这儿了，那是杀人的场所。后边人家刽子手拿了刀，是，犯人跟这儿绑着。降国于谦，嗯，不是我，我干嘛？你换个人。行行行，就说意思吧啊啊啊！举刀，嗯，这口刀是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微微蓝袜袜，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说快呀、啊，举起来，嗯。就这一下啊，这脑袋蹭掉了地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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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脑袋轱辘那边去啊，还得说话。说什么？好快的刀，就别捧了，就都那么远了还捧呢，还刽子手也得跟人客气客气。还客气呢，谢谢于老师。对对，嗨嗨，还是我啊啊！钝刀杀人就坏了，这不行吗？这犯人捆好了，这刀下来啊，嗨，钝，嗯，哎呀，呵，嗯，卡在脖子上，我没锯，你忍着点 啊。干嘛？好家伙，行了，这鲁班的徒弟是怎么着？你活得了吗？就是不行，钝刀杀人是，嘴得干净啊，嗯。说就是唱，唱就是说，这怎么意思？哎，这个说说到最后，您听那个话，嗯，抑扬顿挫，哎，得挂韵，就跟唱歌是那么好听。没错，这个唱到一定程度，啊，不能觉得是唱了，那四脖子汗流，嚯，嗷嗷的喊啊，那是刚下地回来，嗨，那不对，不叫唱，嗯，唱的得跟说似的那么轻松，哦，那叫唱，功夫，说相声唱，嗯。太平歌词，哎，这是本门唱。有人说不对呀，嗯，唱京剧、唱评剧、唱大鼓、唱歌，不算唱吗？嗯，说学逗唱那算学。怎么？你唱个京剧，人家是不是有专业的京剧团呢？对呀。那你是学着京剧团的。哦。评剧你是学着评剧团的呀。是。人家都有专业干这个的，你说相声的唱算学。哦。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唱。是，没有伴奏，拿两块竹片儿，啊，这叫玉子板儿，对，击节而歌，就打着节奏，板起板落，从小就学这个，最简单。那您给唱几句怎么样？太平歌词。打小我们都学太平歌词，是。其实谦儿哥唱的也很好，没有。他那会儿为了唱太平歌词，在太平间住了好几天。对啊，我那会儿学的呀。啊，什么太平歌词？很好听，您唱也很简单。听啊，嗯，庄公打马下山来，遇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那半边红来半边白，用金簪那巧牙关关下了药，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伸手拉住了高头马，叫一声先生细听明白，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好，这就是太平歌词。再来一个够吃的吗？啊，嗨，哎，不够回家买去。太平歌词，哎，这个是我们本门的唱，应该会的。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都是学。哦，小的时候那会儿在团里就是，嗯，那会儿。确实对我们不错啊，学学什么找专业老师来教，就代培嘛。谦儿节目里边涉及到京剧了，是给他送到京剧院啊，学京剧去。那会儿他也年轻啊，十六七，嗯，十七八，嗯，小伙子粉嫩粉嫩的，嗨，一到京剧院呼啦超一帮人就围上了，就喜欢我啊，嗯，扫地的孙大爷啊，做开水的赵大爷哟，拉大木的王大爷，嗯，做饭的陈大爷，怎么就是大爷？一大帮老头就给孩子就宗上了。哦，我那会儿比如说哟，涉及到评剧了，是就给我送到评剧院啊，也学戏。这一去哟，这一大帮青衣花旦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啊，最大的十九，哟，最小的16，100多姑娘把我围上了。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了。大爷们会吃醋，嗯，就别说大爷们了，从小就在这里边嗯熏出来的。对。到现在谦儿哥你别看说
台上您很少听他唱，嗯，肚哪儿宽着，哎，不听得多。不管什么戏，打人家跟前一过，别的，我真的真的，谦儿哥，魏建德会，我佩服你，还没有您不会的。您谦客，就这些年，不管谁打着过，唱一句什么，谦儿哥马上这是什么什么啊，代表作，谁唱得好，谁不灵，你这个哪有问题啊？吐字有问题，或者气儿用的不对，当当当当给你说出来。是是是，就不管什么冷戏啊，你张嘴一唱，人马上知道什么戏。哦。你看这个，反正听着倒是啊，秋胡大妈奔家乡，什么戏？这秋胡戏妻嘛，怎么样？啊，哎，厉害吧？不，嗨，这是很。你来听这个啊，您唱。行人路上恶马蹄忙。秋胡戏妻吗？哎，啊，是咱捧吗？啊，所里在吊鞍云母王。秋胡戏妻啊，这个呼啊，见一位打扫手帕，秋胡戏妻啊，怎么了？这是会的不少啊，就这个呀，您就唱了一出啊。您怎么样，这是我夸他吗？ 人家都没想，都没想啊。我说这还用想什么呀，很厉害啊。对说相声的来说啊，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都得学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地方戏啊，都得学，是杂学。那当然了，嗯，脑子得阔呀。对，不怕没能耐，就怕眼睛穷。哎，就怕听得少看得少。你都没见过好角，你怎么能成为好角呢？嗯，很重要。是，包括什么地方戏，其实我们没少看。看完不能白看，你得总结一下。啊，对，学点什么呀？区别在哪儿？你比如说唱河北梆子，哦，河北梆子，嗯，啊，梆子唱腔。激昂慷慨，什么味儿？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对，燕赵知道吧？燕赵是燕赵门知道吗？啊，嗨，两码事儿。您说这个，你比如说都是唱老生的啊，嗯，梆子老生，你就看男老生跟女老生就都不一样。哦，这还有区别？女老生调门高也冲。哦，你看这个，哪个？可说是我的儿。调门也高，他冲。这个啊，跟男老生就不一样了，啊，男老生。你们比如男老生，梆子里边男老生代表的演员，嗯，银达子王庆林先生，那是大家呀。王先生的调门不高啊，嗓子不好啊，男女同调，梆子是男女一个调门啊。哎呦，男老生怎么唱？哦，他也这调，半说半唱。什么味儿啊？本公音背公音相结合，您学一学，就是真假嗓啊。嗯嗯嗯，连说带唱。怎么说？可说是嗯，我的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发音不一样，我也是贱的，我也是。还有一出是骂孙子的，你上那边唱去吧，全冲我呀！合着你这玩意儿啊，难就难在这儿了。对了，反正我们是无论到哪儿，嗯，说相声演出结束之后啊，说当地有地方戏啊，有什么独特的故事戏没看过的，嗯，都愿意看一看，都听一听啊。春节前我上河南演出去，是演完了，负责接待的小伙子，嗯，我们这儿有那个小班的豫剧，您看吗？或小班豫剧，这个剧团分两种，一种是国有院团，就咱们所谓的啊国家院团，省什么什么团，市里的什么什么团，嗯嗯嗯，小班的呢，嗯，不在体制内，哦，业余，也不能说是业余，是一帮老艺人，哦，或者团里边偷着跑出来的，是是，加上戏校的几个老师，嗯，再带上四个票友，哦，大伙一块儿租一堂戏剧服装出去挣钱去了，哦，这叫小班，大小班，哎，豫剧的小班，嗯嗯，您看看吧。我说看的，我最爱看小班的戏了。啊，你愿意看这小班？小班的剧目丰富多彩，是吗？你比如说专业院团要排一个戏，这个戏四个月，嚯，半年，一年半，啊，小班排戏啊，一顿饭，哎，这么快呀？中午吃着饭了，村长找来了，下午这个戏我们希望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有没有？哦，必须说有，为什么？
没有就没有钱了，啊，就挣不下这个来。戏班有能了，你的花脸，你的老生，嗯，你上你接啊，你唱完了六板给他，然后这儿开打二十块，行了，开戏了，这就开始了。虽然说排起来比较随意，但是灵活机动，高人也多。哦，也有能耐啊！我去吧，我去了，一看这戏包乐坏了。怎么？全本的《封神榜》，呼，这好戏呀！演员也挺好，也卯，也卖力气。是是啊，台上确实看出来火爆来了，那热闹就行。我一直在研究，其实为什么说，你看昆曲，嗯，跟地方戏之间，它为什么表现形式不一样呢？是啊，艺术的存在是由于环境来决定艺术特性的。这怎么说呢？你听昆曲啊，在王爷府里边，哦，小院泥轩，金鱼池、假山池，嗯，王爷坐这儿，带着俩福晋，嗯，八个宫女伺候着，是台上唱昆曲，有个笛子，这活儿就干了。对，他安静。那么地方戏呢？唱个梆子，唱个评戏怎么办呢？啊，这样就吃不上饭了，不行吗？荒郊野外搭个台，底下三万老乡，哦，你弄个笛儿。听不见，他一定是这顿足捶胸啊，撒着狗血，要不然这一万五听不见你。是是是，艺术的存在是由于环境所决定的，说的有道，小班就是如此。哦，当然小班小班的毛病，有什么毛病呢？没有这么大功夫排戏，哦，不细致。我看这《封神榜》不就是吗？啊，黄飞虎反五官，嗯，啊，催着马到这儿，是正催马来用木砍，眼前来到一座关，多好啊！这个正催马来用木砍，是眼前来到一座关，没毛病啊！腾腾腾，站住！带领人马来在此处，嗯，眼前出现一座城池，嗯。上写三个大字，嗯，潼关。这是仨字吗？这个，你就这个玩啊？他也乐，台下也乐。那是不乐啊！你到后边，这个黄河镇的时候也好玩。又出什么事了？封神榜嘛，啊，摆下黄河镇。哦，台上俩人，嗯，一个是赵公明，赵公明，财神爷赵公明嘛。是啊，九曲黄河镇，啊，骑着个黑老虎。哦，他骑虎，这是个花脸，是，正要打仗呢，来个劝架的，谁呀？也是神仙，他是啊，燃灯道人，哦，是个老道，骑着梅花鹿，嚯，骑头鹿啊！哎，俩人是朋友，哦，两军阵前见面，分别下了坐骑，嗯，这边下了梅花鹿，这边下了黑老虎，是，这互相劝，哦，劝完了不管用，开打，怎么打？这边翻身骑上虎，这边骑上鹿。开打，是是，一人有这么一两句唱，怎么唱？赵公明这儿先唱，嗯，赵公明把黑虎跨，哦，赵公明把黑虎跨，骑老虎吗？骑黑老虎吗？把黑虎跨，这边，啊，燃灯道人，我上梅花，上梅花，上梅花路，哦，对对对，要打仗嘛，是，结果这台上就唱错了，这能怎么错呢？赵公明，我上了梅花，嗯。啊，错了，你去了梅花，我去啥？嗨，还现问呢这个。哎，我的老虎你骑吗？哎呀，我骑老虎我害怕。别唱，那对呀，那唱不下去了呢。要我说的呢？啊，好玩啊。那是好玩，哪怕他错了，你都觉得好可爱，有意思啊。这个当然。你要看豫剧，你就得上人家河南瞧去。那这是产热。北京、天津，反正京剧、评剧，哎，梆子还多一点。没错啊，嗯，评剧我那会儿没少看。您这专业了，那就是那这小姐姐们啊。啊，您别提这个了。嗯，谦儿哥其实他老上那找玩去。是啊。哎，有时候打大爷们的束缚中跑出来。我这大爷捆着我呢，是怎么着？去，他那会儿他会唱，他会唱评戏。听过点儿，你给大伙唱两句。这拿出来就让我唱，别我呀！您要我唱倒没关系，我唱我单独唱。你们可别小瞧于老师，于老师不单纯是抽烟喝酒烫头这几样。嗨，唱歌唱歌唱戏摇滚，这都一把好手。哎，你看，
来来来来，您您一拿着就让我单独唱，我单独唱，我跟你我跟咱俩唱，您辅助的。谦哥唱的好着呢，别去，您咱。于老师，于老师唱一什么呢？评戏啊，刘巧，哎，这现代的戏、嗯、啊，您跟我一块儿、啊，您跟我一块儿。刘巧跟他那个赵柱俩人对唱那个，哎、于老师可以，这于老师最熟啊。我再搭两句行。一见大婶扬长去，柱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做事太无礼，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叫巧儿，对不起你。咱们俩谁跟谁，何必太客气？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巧吗？咱到村子里去解决问题。村子里边他要不同意。咱到乡里头解决问题。乡里头万一还是不同意。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县里头没准儿他还是不同意。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去去，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哪儿就出这词儿了？评戏啊，梆子 啊, 啊，唱戏其实我有感情，这喜欢多。我从小啊，我七岁啊、嗯、学评书，哦，九岁开始学相声，是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呢。我最早我十六岁进北京啊，全总文工团说唱团，哦，到后来99年我又回天津，嗯，回去之后得吃饭呢，说相声不挣钱，那怎么办？那会儿团里边是不给工资，哦，曲艺团不给工资，一个月还得上交一份工资，说你们自个儿出去闯荡去吧，上哪儿闯荡去？没人听相声啊。啊，后来没办法就搭小班唱戏，哦，京剧、评剧、梆子、小班都搭过。您还干过专业了？那你干了四五年啊，就指这吃。其实回头想一想，那些年遇见好多老先生，哦，老前辈，那会儿也都活着呢。是是，而且也愿意跟你说。就像我刚才说那形式，下午就得唱，这活必须是你的，而且没工夫给你说多细致，就愣上。第一是由于饿，不唱戏吃什么呀？哦，八十年代末，我印象中那会儿1块钱买6个馒头。嗯，唱一场戏开份是最早是6块钱，后来涨到9块钱，那可不少啊。这一天要唱2工戏呢，最起码够吃饭的。呵，就这样干了4、5年。嗯，那天拉了一单子，吓了我一跳。嗯，就是京剧，我可能唱了得有老的那个，嗯，就现在舞台上不轻易见的那个老戏，我唱了得有100-200出。哎呦，老评戏我得干了200多出，啊，梆子会的少40-50出，真有好处啊！真是，包括好多戏，有时候想，哎呀，可惜了，是啊，没人唱了。嗯，真的。您应该整理整理再唱。那天后台聊天，前些日子聊天啊，唱戏唱了4郎探母，我说感慨，我说这个戏京剧、评剧、梆子的我都唱过，3种都唱过。京剧的我跟你们唱的也不一样，不是一道味儿。哦，梆子的我唱的少，因为太累了。梆子累啊？梆子因为它发音不一样，你比如说男老生啊，你冲那边唱吧。唱一出梆子下来小肚子疼，这丹田气啊。不爱唱梆子，评戏有4郎探母。哦，评戏，评戏，但是都失传了，没人唱评戏的4郎探母了。怎么失传了？嗨，其实也挺简单，就没人干了呗。那您给我们唱着评戏这四郎探母，这怎么唱啊？这什么味道？我们听听。四郎探母也不是一人干了的事啊。怎么？您帮忙搭个架子好吗？我不会，简单的我凑合。就一句话，您说。唱了四猜之后，表家乡。嗯嗯。我本是杨家将，我本是啊，我本是杨藏，这是一锣。哦。哎，您就问一句，杨什么？嗯，哦，我是那个公主。哎，对对对，杨什么？我来这个，杨四郎。哦，您就唱这个铁镜公主就好了。对，公主啊，什么？公主，公主是吧？啊，对，记住了吗？就是杨什么嘛。哎，对，切住了，我说这话。好，我试试，我好些年我也不唱这个。他原来是头里边肩板，后边转慢26，再转26啊。哎，您就掐几句唱啊。好。都只为宋王爷。舞台还愿，潘仁美匡圣驾来在了伯范，你的父天庆王射白双龙烟，我的兄八元将赴会在沙滩，我大哥
替宋王西迁遭难，我二哥替八王命人黄泉，我三哥被马踏尸入泥烂，有本宫火把地失落破翻，我本是杨藏。杨什么？我本是杨家将，名姓改换，抽烟喝酒烫头的名叫于谦。乱七八糟。